个频道有一个主要的任务，就是我们要来开箱第一个奖项。对的，创意风格，对，创意风格类年度得主，得奖的是。好难以哟、哦！恭喜瓜吉！九种品味，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火辣座椅，火辣座椅是什么？火辣座椅这个，找方向。没错，就是瓜吉。欢迎瓜吉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来，我们先颁奖。在鬼鬼的频道里面呢，获得了这个奖项，恭喜恭喜！好，拍照也要把这个频道拍进去哦。上班不要看，但是现在下班了可以看。好，我们给瓜吉一个麦克风。哎，瓜吉，我们这样很紧哦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围挤，围炉的感觉吗？哎，瓜吉第一次来上，好像看热闹，说哎。瓜吉第一次上我们频道，感觉怎么样？恭喜你得奖了！谢谢。有什么得奖感言吗？我们这个奖叫做 Influencer Awards， yes， 意思就是说拥有影响力的人，没错。但是重要的呢，并不是你得到多少影响力，而是你最后把这个影响力拿去做什么。所以影响力只是一个过程而已。所以在这里呢，我们不只是得到影响力而已，我们也希望可以对这个国家、对这个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哇，瓜吉不愧是瓜吉耶，连在分享得奖感言都很像在问政，但是铿锵有力。但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有道理。对，真的没有。我本来是说，其实你可以把奖颁给伯恩了、啊。我觉得伯恩今年真的很棒，伯恩也很棒。对对对 对，而且我觉得以 GQ 这种比较强调时尚跟美感的杂志来讲，对，我觉得他可能比我更加的。不要这么说，千万不要急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吉吉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哦，好，对，你是很有 face 的。哦，好，不要放弃自己。我们在这边谢谢瓜吉，谢谢。